陈嘉桦在个人社交网站晒出一段视频，配文出门工作七天六夜回到家，我的心肝宝贝范玮琪留言，七天六夜真的会想死宝贝了妈妈。艾玛是中国台湾女歌手、演员和主持人，之前的艾玛是一个假小子，现在的她可以成为女神了，头发变长了，穿衣搭配也女人味了很多。如今艾玛已经当妈了，但是一点也看不出当妈的影子。艾玛一直是正能量代表，青涩时期除了天团 SHE 中担任女中音，更是 SHE 里唯一一位台湾偶像剧顶流女一，男神收割机搞坏。率性的艾玛在中年后顺利转型，在魅力发展，在综艺主持界越来越有成就。如今已是辣妈的她，正是事业感情一直很顺利的乐活代表，这跟她大条而乐观的正能量的性格有关。SHE 已经历18年，虽各自发展但未解散，真是代表了一代人的青春。希望 SHE 每一个都顺利发展，开开心心哦。